请问爸爸早上好呀，现在我已经起床了，但是我的猪妈妈还没有起床，但谁让她有一个奇怪的女儿呢？走吧，我们去给妈妈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吧，走，熬个米汤吧。小米，呵呵，那是我们丰盛的小米粥了，走去洗一下。开水洗上两遍就够了吧。爸，帮我开瓶器。给爸爸妈妈炖几个红薯吧。两个红薯超好吃，像红薯一样。爸爸，这个坏了。这个地方不是坏了，这个地方坏了，我待会儿给你切掉。好。高压锅这么快就上气了呀？当然啦，它是高压锅嘛。妈妈还去磨呢。先睡过了，都睡到十点多了吧？没有，九点多。嘿，宝贝啊，你睡觉给牛奶妈妈给你做个三明治。好。面包中间有个鸡蛋就不要了呀，给你吃了。Hello， 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拿个筷子过来给妈妈。做的三明治，谢谢你给我做的米汤红薯，耶、yeah! ，吃吧。嗯，红薯超好吃。哇，辣片配馍，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吃这个，特别好吃。嗯，那红薯。小口呗，哎，一小口啊，呀，这么多，妈妈，不辣。石头剪刀布，呀，你来，你是红方，我是黑方，嗯，呀，爸爸，你的酱被我打死了，我的天哪，开局就输了。吃吃吃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! ！必胜。Hello， 那我们明天见吧。You。